昨天跟马云吃晚饭，醒来的表有一点难看，刚坐上迪拜的航班，还要和沙特王子谈判。哦，谁是吹牛之王？我是吹牛之王。微博朋友圈上看我来发逼装，如果不能吹牛，那我选择死亡。谁是吹牛之王？哦，Everybody 跟我一起吹吹吹，反正吹牛我也不用去上税。Everybody 跟我一起吹吹吹，如果不吹对不起我这。